又见老城啊。上一次去啊，是我跟两个同学，他两个成双成对的，让我很不开心。这一次呢，我是自己来，又到老城了。哎呀，老城的风韵呢，真是棒。前面就是皇宫，就是这个楼，看到了吗？很朴素啊。这个应该是个酒店啊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啊，名字在上面啊 ，Hotel Bristol 啊，这个酒店。现在有点阴天，可能有点黑啊。然后因为我在走，所以呢，可能是这个有点起伏。我在这边这么长时间呢，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次检票啊，没有人查票，很神奇。我还在想啊，我是不是应该继续买票？但是那边的物价太低了，不买感觉就是一旦被查，太他妈二逼了啊！因为很便宜的，3块钱。这就是这个。哎，这边怎么好像也有机会啊？干嘛的这是？我们看一下，不清楚干嘛的？怎么都是游行的？到处都举牌子，看不懂啊！照一下。